这个国家从一个贫穷的小国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，国力日渐衰退，国内内部矛盾不断加剧，国内外政治纷争不断升级，国家的经济危机一发不可收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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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国家
外面有30万义军，一旦走，我们万无生存的可能。全国的同胞都看在我们眼里，仓库里有多少士兵？800人。岂是万国军都没有赶上的事儿？任道超。 你挺吧，马总，走你一程。马三，你听什么？我们三军军人。